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n in another. I wasn't waiting for some shiny unicorn. I've nothing at her own. 那个肉啊，这个小脚丫，你要去拿？小脚丫。 啊，干嘛？啊，干嘛？啊，好可爱哦！哎呦，就是它暴，生气，对，哎，没了，是不是？还有一点，对对，可以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对对对，因为快没了，它可以倒。难怪，难怪喝母奶会生气啊，这样子它都生气了。对，所以它来。 可爱，快听到了声音吗？对，超可爱的。爸爸有点紧张哦，没事哦，来让我牵着你的头，爸爸放轻松就好了。哎，麦听到。我爸太小力了，真的好。歌拍不出来。他个性比较容易。我懂你意思。对，比较急。有时候打嗝他会哭，他会生气。哦，超可爱的，哎，超可爱。 哎，可爱的爆炸哎！可惜你看不到。今天是你出生的第11天。11天吗？是啊，今天有几号？23。哎，12天了。今天是你出生的第12天。11啊，12号出生。对嘛，不是11天，你。首先，今天是你出生的第11天，有没有觉得世界特别美好啊？啊？ 有的话就下一个，哎，笑了，很好，他们转到，对啊，这是谁传进来的？月子中心啊，哎，跟你们分享，你看月子中心拍的超级宝贝，快笑死了，这什么表情啦？哎，你一定要给他们回应啊！看看妈妈认出人，还说你换小蜜蜂，还看了那么久，就不小心，妈妈到底在干嘛？ 不小心认错了，所以要把它换了，换成小蜜蜂，明明就不同车。对啊，怎么样？昨天还笑我看错，我就看错5秒钟，他看错了快1分钟。 One, yeah, exactly. One, two, one, two, one. 这两天 Sean 很挫折，因为他每次一抱 Mira 都哭。现在看 Mira 哭的时候，他抱起来还会不会哭呢？可不可以？我让我再看。他昨天超受伤啊，昨天都睡不好。 结果挑战成功吗？成功啊！成功，请进。哎，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包巾包好一点吗？我刚刚想要把它弄出，它有在踢，我想要把它松开来。好啊。然后它包巾就很乱。他好好笑哦。他在房间还好吗？还 OK，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尿尿有尿的。嗯，这边就变。 哦，变颜色不见了，黄色不见了。对对对，爸爸会换尿布吗？换尿布会。我再没有换过。你要换吗？看吗？要换尿布了。好啊。慢慢喝，好不好？你慢慢喝哦。可爱。拍一下。
这个湖多浮夸，还有很多种类耶。对啊，小心！你要跟宝宝一样适合带这种东西耶，蛮好看的，好看哦。嗯，好看。快哭了。嗯，转一下吧。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 in a novel. 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I'm nothing at her all, and then you don't bother. 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celebrate the love and only stole me glory. I still remember.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I was walking down the city, feeling down and broken hearted. Then I get so rustly to roam, a fool from collision on my way home. I cut a corner down a hit and crack. G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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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ji. 你幼稚齁，哎呦，嫌弃的脸哦。哎呀，一副嫌弃的脸哦。有吗？哎呦，一副把你幼稚的脸哦，是不是啊？有吗？是不是啊？叽咕叽。来，妈妈咕叽一下。咕叽咕叽咕叽。Don't say, darling, cause you. 现在两个礼拜了吗 ？Mira 出生的那个。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得很爱哭，但是抱起来就没事了。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伤口比较痛，然后比较不舒服，上也比较累，所以我们开始就休息。然后现在是住满一周，就过了两天，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一天喂一次奶，怎么讲，练习看看啦，照顾他这样子。不然就是不会就出月中之后手忙脚乱，但是真的觉得这14天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就他的体重都有慢慢增加。那这边就是月中心蛮好的，就是小儿科医生一个礼拜会来一次，然后就会 update 说他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然后黄疸指数如何啊，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喝奶状况怎么样，跟排便状况怎么样，营养师跟泌乳师也是会一个礼拜来一次。那我现在就开始有点又有点胀奶，但是不会到一开始就是石头奶那样子，然后就会来帮你看，然后奶量如何，饮食如何调整，然后会有营养师，就是如果你的饮食月子餐不太喜欢的话，像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淀粉也太多，那可能跟他讲说淀粉减，帮我减少一点这样子。然后妇产科医生也会来，上次他帮我看伤口也说恢复得很好，所以中山医院真的很厉害哦，他那个伤口开的睡着了，宝宝，他舌头顶出来。目前我们上次在医院那个时候是胀奶期嘛，那个时候的硬是因为组织整个充血会比较硬，挤完之后那天就摸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个实质的硬块。对。那目前呢，我们其实整个乳腺啊，它扩张已经慢慢扩张了，组织充血也慢慢在减缓下来，所以胸部会越来越软下来了。嗯。那目前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现在啊，摸起来有一些硬块，那个叫做乳汁，粘黏，就是奶水堆积的意思。你就去想象，我们管线慢慢扩张的时候，其实后面奶水还是在往前带。嗯。可是当它奶水比较粘稠，自己不是很好挤的时候，它就继续堆在里面。对。而且已经可以用吸奶器，我觉得就很够了。对啊，那我们今天把那些粘黏清掉，其实吸乳清它吸的效率会变更好。嗯。可能吸出来量会变得更多一些。那吸乳器的部分，你现在是双边用还是单边？
单边，然后一天30分钟这样子。没有，两边加起来大概20到30。哦 ，OK， 那很好。就一边我们大概抓10到15分钟，觉得会痛痛的或是没什么奶就拿起来。好，对啊。Fake it. Don't hide the tears, 'cause I know you're breaking. All this love and all this pain you've given. All this love and all this pain, you bring them from another world. Another tear just burst from the side of. Ha, Papa.爸爸，是妈妈。角度 OK 吗？我帮你调好了。我调了。OK 好。这是放后面当背景。嗨，是妈妈。不会太远了。他怎么这么严肃啊，老公？你看。本来就是这样。原来这是 camera。It's a camera. It's a camera. This is camera. We bought camera for you. Recording your life. Recording every moment you grow.他在看你耶，有看到他看过来了，他看你耶。This is camera。他太可爱了，根本就录不下去了。Like the camera。上说我脸很大，看我脸凹到不行，好不好？他说我头发脸很大，他应该跟我加起来除以二，我太凹了。完蛋，说我没头发，我死定了。再看《倚天屠龙记》，然后看到了杨不悔跟那个什么的殷六侠在一起之后呢，双就说一定要练好练壮，不然以后小仙的男朋友。今天是难得双不在的一天，我要度过我难得的自己一个人的晚餐，然后追剧。我今天看我下午的晚餐好了，这是我的晚餐，有一个蜜汁烤鸡翅、芦荟虾仁、滑蛋南瓜，还有菜、小米饭，然后还有一碗炖汤，丰盛的晚餐。今天的体力比较好，所以我想来剪一下影片。其实超多影片没有剪的。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n in a novel. 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I'm nothing else.Running and you don't bother. 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said. 大概最后我们再放枸杞，我们营养素才会保留。那其中呢，我们先把它打，等下打完之后我们会放这个，但是我们这个里面不放糖，我们今天放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放桂圆？你家里面没有这台机器也没有关系。有没有看？这真的很不甜哎。你们先喝喝看，感觉可以先拿盲看，来，先喝喝看哈。你不觉得很？还是我刚刚因为厂商？有可能。有可能。我们今天下午去上了。就是宝宝按摩课，然后今天我们做。但他讲的没错，宝宝都没有照着做。真的哦。宝宝会怕，我觉得是宝宝会怕，宝宝力气太大，手太大了，你真的有怕会伤到他，所以你就只能轻轻这样给他揉。当我们学中医的，我们知道按经络了哈。按经络。出山里哈。出山里。
我帮你补足生理哈。I know our kind of love is the one made to stay, 'cause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from any other love school dating is a bore. 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nd everyone is looking like we're crazy people just escaping from